哦哟，我的好哥哥，你有点重哦，那上坡我脚都有点踩出汗了哟。得了吧你，有汽车你不珍惜，反手就给我开河里去。你别以为你来接我，我就会不计前嫌了呀。好哥哥，你听到我解释，我一个人开车子，你睡着了，我看到你睡着，我都跟着一起打瞌睡的哟。我不是故意把车子开落水里去的哟。行了，别扯了，前面的村子里也许会有车辆，我们去那看看。要你哟，哥哥，听你的。行了行了，哎呦，跟女人一样。这种小车库里面出现车的几率非常大，一定要进来看看，就算没有车辆也能够收集一些有用的材料。又发现了一个车库，进去看看。嗯，有一个背包，还有一个油桶，先带上，找到车了，油桶就能够加油了。顺便上屋子里看看有没有食物。有只丧尸还在睡觉呢，隔壁房间有件衣服，穿上然后直接走，回头关门。哎呦，给他跑出来了，不慌，去另一间屋子里躲起来。这里面应该是个工具间，该说不说，这是真穷啊，啥也没有。大哥，你都追我二里地了，这么执着的，再追再追我就到家了呀。哎呦，把你的咸猪手拿走，不许乱摸。好家伙，哪儿都有丧尸。哎呦，换个地方躲躲。我跳。听声音，后面的丧尸好像没跳过来，还摔了一跤。看样子只能继续躲前面的车库里了。这该死的瘦子去哪儿了？好家伙，越来越多了呀。好，趁现在进房间关门。还行，只钻进来一只最瘦的。搞定，有俩油桶了，就是没有车，也不知道瘦子找到车了没。这外面丧尸这么多，只能先休息一下了。 Two hours later. 你们是真能叫啊，吃我一棒。嗯，瘦子来了，看来是要过来帮我了。哎，瘦子，你把门给我打开做什么？这个老六，我真的服了。啊，妈妈，我死定了。嗯，有窗户，潜影蛇手。还好我翻窗技术不减当年啊，看样子是瘦子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啊。先把 T 恤脱了，包扎一下伤口再说。架子上有瓶小麦汁，喝了这个可以加速恢复伤口。看环境，这里应该是个厨房，怪不得有这么多的调味品。哟，连切菜板都有。哦，外面还有个吧台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柠檬水吗？好东西，先留着。把三个冰柜也搜了，没有水的日子，我是一秒也不想过了。哎呦，嗯，被包围了，不好，这里出不去。我停，我跳，我蹲，出来了，快跑！在车库里来上一杯柠檬汁儿，多是一件美事呀。这叫什么？这什么拉夫斯基可真好喝呀。看这颜色，看这柠檬，这就喝完了呀。我都还没尝出来啥味儿呢。嗯，还能当容器，还能加汽油。五分钟后。辛苦了，瘦子，请你喝一杯海岛特饮啊，我这都不舍得喝呢。看在你帮了我的份上，给你吧，记得给我留一口啊。哦哟，好哥哥，你突然对我那么好，我还有点不习惯哟。那么珍贵的饮品，还是你喝吧。行，你说的，你不喝，你不喝，我喝了，我喝了，我真喝了。不懂美味，你活着浪费呀、啊。等一下子，好哥哥，我突然觉得嘴巴有点干，那我都笑了的。哟，你咋喝吐了？这饮料不会过期了吧？我先走了。这刚进门就听到丧尸的声音，你可真会叫啊。哟，不好，还有一只，完了，被包住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浑身难受。不动，不动。哎，你别卡着我呀。不动，不动，不动，不动。
真难缠呐、啊，神流。杀！哎，瘦子，你快帮忙呀！趴地上干啥？瘦子，好兄弟，再不帮忙我就要死了。